与粮食国安店地址，台中市西屯区国安一路168号一楼，电话 042-462-1222， 营业时间11点到22点，店家 FB， 请按我杀戮人气火锅店与粮食到中科展店咯，选在我还蛮喜欢的米平方商场，而且装潢元素穿插着 Tiffany 蓝，只能说这蓝选得好啊 Tilda，价格从260元到780元都有，满足不同食材喜好的客人。地下室和商场后方都有停车场，非常的方便，想吃与粮食不用跑到沙戮咯 Tilda。 最近天气变冷了，又是适合吃锅的时候了 Tilda。 与粮食的进驻中科还蛮高兴的，离我好近，我觉得朋友来或是长辈来访或约见面都蛮适合带来这里聚餐的耶。一进门左边就有一区明亮的位置，我们就坐在这边，没有隔壁桌，加上有一点独立空间，好像有特别包厢的感觉。下次和朋友来吃，不知道可不可以先预约这区。右边的座位上头蓝色水管和锅具有相呼应耶，果然是年轻人会用的创意和颜色，吃火锅也可以很时尚 Tilda。这区吧台个人区，就算你一个人想吃火锅也不会觉得别扭或奇怪，不用跟别人共桌 Tilda。 地上有海洋枫叶，连这里都要创意一下 Tilda。 酱料区在餐厅的正中间，方便两边取用，而且盛装的器具器具金属风 Tilda。 最左边是个人锅，均含综合菜盘、饮品及甜点，中间上面有双人套餐的选项。星期一 Tilda 星期五供应食材吃不够的，底下和右边部分都可以再追加单点。单点餐巾纸和湿纸巾及牙签都在桌边的蓝色抽屉里面。 Tilda 饮品红茶套餐都会送一杯红茶，满大杯的金香药膳50美元。之前吃过石头锅和番茄锅，这次因应天气变冷了，来个药膳香，一包满满的药膳不断飘出香气 Tilda。 石头锅不知道要点什么锅底的人就点石头锅吧，和食材都很搭，而且不会抢味 Tilda。 五谷牛小排680美元，漂亮的纹路和色泽，爱吃牛肉的独享这一盘也很过瘾 Tilda。另一个角度再来一张 Tilda， 盐泉海陆锅的特级双酱牛780美元。盐泉海陆锅有无霸巨虾、蟹、鲍鱼、生蚝、中卷、草虾、鲑鱼、鲷鱼、蛤蜊，现在很多动辄1-2000的海鲜锅来说，780元可以吃到这蛮丰富的海鲜及牛肉片，难怪这么快就开分店了 Tilda。 巨虾拿起来蛮有重量的耶 Tilda。综合菜盘有玉米、番茄、蛤蜊、金针菇、海带、小黄瓜条、红白萝卜条、高丽菜、南瓜片、木耳等等，分量蛮多的，食材新鲜很重要 Tilda。 双酱牛来回涮个几次就可以过瘾的享用咯。副食有台梗九号米、宽冬粉、乌龙面及地瓜饭，这次选了乌龙面和地瓜饭，蛮少火锅店会出现地瓜饭的选项耶。地瓜松松的绵香还不错 Tilda， 还没有全下就一锅了，店家大方，消费者会再回访的 Tilda。 海鲜就是要新鲜鲜甜的蟹肉，这样才满足啊 Tilda。 想再吃一只吗？有极上樱花蟹可以单点 Tilda。巨虾上场了，跟50元硬币比一比，肉质新鲜扎实 Tilda 不过瘾吗？无霸巨虾也可以单点，一只120元。借拍双人套餐的肉盘板件，低脂牛和本地梅花猪，另外还有综合海鲜盘、综合青菜盘、无霸巨虾两只、红茶紫米红豆汤，这样780元觉得蛮划算，超值的耶，有机会再来试试 Tilda。甜品这个有进步，之前在沙戮吃到的觉得有进步空间，店家果然有把客人的意见听进去再改进 Tilda。 谢谢与粮食的邀约哦。站在米平方商场正前方，往前方看过去就是与粮食的地点，很好找 Tilda。 M 字的正前方标红框处 Tilda 蓝色启示 IGBLU119CHESE。